百年来，法国的工匠们一直传承并创新着各自领域的传统手工艺。我们将探访五个地点，走进这些精湛技艺的守护者。我们先从康朋街开始。在这里，香奈儿织衣工坊的裁缝师们与高级手工坊那些能点石成金的工匠们一起，将维吉尼维亚设计的香奈儿高级定制服与高级成衣作品化为实物。香奈儿旗下共有近40间高级手工坊与工厂，从打造镀金珠宝、闪亮纽扣到创作华美刺绣，负责不同专业领域。坐落于方登广场的巴黎丽兹酒店，守护着法式的优雅与生活艺术。从海明威酒吧鸡尾酒的独特芬芳，到天顶金色水晶灯的迷人光泽，丽兹酒店的非凡藏于最精妙的细节中。它的灵魂与历史令它的魅力难以言喻。建造于19世纪的加尼叶宫是巴黎歌剧院的所在地，亦是全球最负盛名的芭蕾舞与歌剧中心之一。在这里，艺术家和舞者们守护着古典芭蕾与歌剧的经典与隽永，其伟大传承可上溯至路易十四时期。Eres 品牌坐落于马德林广场，自1968年以来，Eres 便成为高级泳衣和内衣的代名词，其成衣与内衣色彩选择丰富，采用材质包括品牌著名的 Boudous 柔肤面料，柔软贴合如第二层肌肤，还有来自里昂的真丝以及非凡的加莱蕾丝，由已有130年历史的 Sophie Alette 薄纱及蕾丝工坊打造。复杂而精妙的路易十三干邑出自法国西部的特色葡萄酒产区大香槟地区，这款以法国国王名字命名的佳酿以数百种生命之水混酿，从而成就其浓郁的金色调与细腻的芳香。每一瓶干邑都是精益求精的杰作，凝聚着数代酿酒大师与工匠们的成就。